Hello， 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咱们来吃炸豆腐金针菇香米辣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我留下你们的小红心，谢谢你们啊！你先吃点炸豆腐吧。来来，画画金针菇。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青椒。Hello， 家人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吃个爆辣粉丝啊！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留下你的小红心，谢谢你们。咱先来个粉丝。
家人们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吃凤老师菜拼盘啊，如果喜欢的话留下你的小红心，谢谢你们。